拍嘢嗰陣時咧，哥哥成日都係同我玩劍擊，但係咧一拍嘢嗰陣時咧，佢就好認真，搞到我都有少少緊張咯。哥哥，原來我都有位出㗎。七樓我就覺得驚，但係喺六樓咧，我就覺得好 safe， 因為嗰個係我屋企，同埋我唔會見到鬼咯。我覺得好 amazing 啦，即係可以將一個工廈啦砌到做咁真實嘅一個景啦，然後佢真係可以營造到嗰種好 creepy 啊嗰種感覺出嚟，即係其實你一入去，你真係會有種毛管動嘅感覺嘅。我最喜歡606，即是我家，因為它整到好像氣氛很恐怖。哇，我走進去呢就真的覺得哇，好像真仿如去了以前那個年代呢，去到這一些的政府的廉租屋那裡。但是呢，因為我戴著假髮，那些假髮不斷地滴水，水呢是我的汗來的。咁咧就難為個髮型師咧，成日跟住我尾咧喺度索我嗰啲滴出嚟嗰啲汗啊！每一位啦，或者係工作人員都係好專業啦，即係一個即係可以話係比較辛苦少少嘅環境，但大家都係義不容辭做好自己最能夠發揮最大，即係例如好似 AK 咁樣，即係可能好多位佢需要去撞嘅、去奔跑嘅、去跌嘅，亦都係盡全力去做咯。得了，